我叫雷小亮，福建人，大学毕业后作为一名才华与智慧并存的优秀毕业生，我还是信心满满地加入了北漂大学的队伍，可这就是现实。大家过来吃西瓜哈，我请大家吃西瓜，都过来吧，吃西瓜，来，吃西瓜，哎，给我留一块啊，吃西瓜。哟，小亮，你看这，要不你今天减肥吧。不要辣啊。好嘞。好了，来两串鱿鱼，播放虽然不要辣啊。回头就能发现我其实并未走远，神鸟和鱼跨越天海相连，我只愿有天能和你擦肩，记忆中你最美容颜。只在童话里出现，鸟和鱼跨越天海相连，我只愿有天能和你擦肩，记忆中你最美容颜。夜未眠苍白不是你干嘛呀？操你他妈长没长眼？你长不长眼？不是你都他妈欺负我操你！他妈欺负就是。没错，没错。
有管我，我管儿子呢。叔，你别担心了。我保证。我再也不来了。你给我滚！小亮，我走了，以后好好照顾自己。你胃不好，少吃辣椒。工作还累吗？挺好的，工作也挺好的。最近北京热，你多喝点水。哎，你爸好一点。我先挂了，儿子。好，妈再见。我再也不来这儿了，你给我滚！
我曾经走过那么多路，来到了这个复杂冷漠的城市，但幸运的是它成为了我在这个城市唯一的温暖。这是我的故事，那么你呢？来北京多久？有2年了。来北京之后有想过和他再遇到吗？其实真的没有想到会遇到，我觉得都是碰巧啊，然后机遇。当初家里发现你们的时候，爸爸妈妈都挺不理解的。现在呢？反正现在跟父亲这块还是有点隔阂，就是也是那种，就可能在这边受了委屈什么的，不会跟家里说，是吧？不会。家里平常会打电话是吧？也打的比较少。为什么打的比较少？自己也很少给家里人打电话吧，所以我觉得挺辛苦的，都一个人自己闷着。那你们两个对未来有什么打算？努力工作，然后多存一些钱，也许会到国外结婚吧。